Radi masusua, kamawaka lapata su, itukakota si layata, tukidit ka palalik enki mevuvuar ka asi mavana, di mamang a masusu kisu ka maka si layat, ililingi enta oni kisu ka maka si layat tu Thailand, patimawa enki maitakipuru ta si layat ka nimilik tukidit ka laluhat ka tu enki tawit, mamamang ta saku enki tamatiru ki Thailand, ta takipuru kana si layat.Mamamang ka ulupon ki suk ka maka silaya ta pe tata uk an kita e kita. 有些你可以用西亚语来做你的，那可以用西亚语来做你的自我介绍。大贝玛利亚沃吉南南奥达迪库南，干嘛？在笑吗？我们刚刚怎么笑？马来西亚古巴拉，那讲是乌鲁阿巴。Tapi ni ka itu kiti ta susu tu nai hini. Hema hai ta mai bubu war ka aku 6000. Patakit enki ke lao si kena Alaska University. Ka mapatai ya lava. Mila-mila mapapatai ta susu ka 90%. Ruru asia pa tawir kisak atuk an. Ka malipu ka itu kakwa ki ani ka atuk an ta.杜达维基2009达勒恩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噶玛迪斯马哈文达苏苏基达基布鲁基台湾噶斯穆拉达 UNESCO 基巴达伊安基苏噶玛加西拉亚穆库纳布拉勒基苏噶玛加西拉亚噶玛巴达伊达米卡瓜米林基奥尼基西拉亚杜贝达道安基台南阿乌西玛巴达伊达西拉亚我又觉得说这是不公平，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还有机会。然后这一线生机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嘛，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做字典，那这个消息有被有曝光出去，所以有学者，有知名的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要白费心机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候其实是觉得是被泼了冷水啦，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土地上可以这样子这么隽永的在这里使用那么久的一个语言，我们觉得不忍心放弃啦，嘿，所以我们就继续走啊。继续走的时候又有贵人啦，开始当然都是 Aga 嘛，他就做，那 Aga 他就去再继续找贵人，他就在网络上自己去搜寻，就找到阿德拉。那他就非常的乐意，从那个时候2002年一直到现在一直都还在帮助我们。Very good children. 马太福音这个 book和因看，啊，结果因拢，当然因看无，因为it's strange, I mean it's new for them. 敢那是 spelling system, 哦，那 spelling system 看呢都看无啥有啊，对不？啊，因为马太和因都本来都是有伊啊，第七篇都是荷兰语，啊，第七篇是希腊语，安尼呐吼。你那看你那是可能台湾人唔捌。这里无言啊，看无无是无啥啥。结果我来的时阵吼，因和我看讲，哎，那这里无言的面色面色安尼感觉安尼，就是我捌看过这里人是到底是伫对待，我唔知。不过足共吼，足共面含我看到的，哎，看到这里无言就是甲我的无言。在菲律賓我說的語言，比賽的語言，還是說台語的語言，那是很像這樣。那今天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他的實況當然他是這樣的時候，如果是一個台語，講台語的希臘雅人，他來開始這個運動，做這個附贈語，做一個開始的時候，那可能他的發音就會是我們講的台語化的希臘雅，也比較像這樣。那我們可以講他是菲律賓南島語化的希拉雅语，但是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话的，因为毕竟它还是希拉雅语，它有自己的句构啊。好，那再来的话，如果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讲是习惯讲中文讲国语的人，他刚好是他来附赠这个希拉雅，他可能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语音
跟口音的一个背景。那如果他刚好比较幸运是我们台湾的，比如说好，那现存的阿美族的语言他还存在的很好，但是他有可能就是一个阿美语音的一个希腊雅语。来，下一个是十五页，找一下十五页是什么。巴蒂马瓦恩达苏苏基达基布鲁布鲁，卡贝林恩埃达贝达洛恩卡马尼诺，基苏拉阿巴卡马安尼，基达马马道道阿巴卡马姆辛，拉萨库埃埃达达达马蒂鲁，卡蒂鲁恩阿巴基达基布鲁，鲁米亚卡贝林恩埃达苏布卡乌马恩达苏苏。我记得在我是2010年的圣诞节来教育局的，所以很快就2011年。可是我一进入2012年，我就办了这个希腊雅语的教学观摩会，用教育局的角度办。因为如果由别人办，各校未必有机会参与或者重视。可是我用教育局办的时候，希望各校都来观摩。观摩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叫做用市预算，用本预算去办活动，用我们真正的预算，而不是说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们用预算做主语教师的终点费，主语教师的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就很不保险，因为他不是在一个地点教书教到满，他很可能很远去那边教两节，然后又要去那边教两节，所以他花在外部的时间很多，安全性也要考量，所以，终点费跟这个保险先稳住。巴蒂马瓦恩达苏苏基达基布鲁布鲁，卡贝林恩埃达贝达洛恩卡马尼诺，基苏拉阿巴卡马安尼，基达马马道道阿巴卡马姆辛，拉萨库埃达达达马蒂鲁，卡蒂鲁恩阿巴基达基布鲁。Rumia ka peringan eita supukka umha enta susu. Mamu ita tamatiru ki kisongen, ka matar ki mutin ki, ka tutuko ki suka makasilaya. Ki tamama tautau ka susu en, semula ki susula laba. Patalik en ki tanan si jauhi jikuan ta sasar ki petatau en, ka paeduluboe ta suka makasilaya. Tu ka tutuko ki takisulat,ka patotok eta tamamatotok ka peling eta surasurak pagalik aneng ka khamamia ka patula lapa。 在台南应该重视希腊雅语，希腊雅就长在台南，希腊雅语就在台南的某些学校是它的部落嘛，比如说口皮国小，比如说吉贝耍国小，有很多学校它当地就是原来的希腊雅的部落嘛，所以在那些地方我们就会把我们认为在台南里面本土语的选项第一项是希腊雅语。我喜欢妈咪哥哥母哈哥哥哥哥哥母乳老阿爸。我喜欢阅读跟跳舞跟唱歌跟花花。好了，再来。那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把这个选项加进去，他们很可能没有选到啊。我要学台语，教育部名词叫闽南语，我要学客语，我要学原住民语，原住民语又分16族嘛，你是哪一族，里面你就很可能没有希腊雅语。所以在行政上怎样把这个希腊雅语列在表里面，那这个很重要，没有列进去就你整窝都是黑猫，你怎么抓都抓不到白猫，所以一定要放进去。这第一个。木嘎木诺能够给大人读古经，有没有？你们唱歌不是白唱的、啊，你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在学单词，你忘记了吗？好，所以是木鲁朗好木。啊，咱知影讲这个希腊雅吼，这个要语言要活用吼，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吼。啊，对学校的角度来看吼，其实就是两项，第一个就是讲师资啦吼，这个教学。主要那个师资非常的重要吼，所以咱就含这个文化协会家吼来合作吼，啊，让伊来
即个训练，即、這个语言的部分，啊，甲文化的部分，这是呢全中因来用吼。啊，即、這个礼拜学校啊有一挂迄个课室的管理、教学原理吼，啊，即、這个就是有学校来合作吼，啊，我得支援，啊，去甲因到帮忙即个师资的训练吼。啊，第二个就是教材啦吼，咱有师资以后，当然是爱找下属咱即个囡仔来读的即个教材吼。编书的方法就是。前面五个是母音啊，一、五、A、O。啊，迄个时阵，咱要甲伫即个2022年吼，得甲正式讲要甲当作是学校的即个正式的课程。啊，所以咱第一部分就是讲，是毋是对公元2000年开始，迄个时阵有十几档啊，啊，所以咱就是来鼓励吼，咱部落啊，即个发文去嘛吼，鼓励部落遮个。一个专业的师资就是主语老师啦，把他们之前十几年做曾经有写的教案，或者曾经有出的书，先把它送来教育局，做专业的审查。读2005，你被立国恩给台南县政府打南南给西拉亚噶尼赫拉恩内因，马基蒂给达吉布鲁噶限定。西亚乌基岛乌的基2010噶县市合并，米加瓜把南南恩基台南市政府打西拉亚噶打给布鲁基市定。因为认识我的老婆，好，立即打了半，对，然后进入他们家之后就会跟着做一些有关西拉亚证明的事情，对，然后当然这个证明的事就会。一定会某程度的包含西班牙语，对，那所以我就算是自然而然就学习这个语言，对，然后接触之后就自己有兴趣就自学，因为其实有一些教材可以看，然后就自己边看边学，不会就问他爸爸妈妈这样。会，我有那回跟妈妈看过，可是妈妈看不懂。妈妈看不懂。因为妈妈本身就是族人，不会，我就有点问号。我觉得这个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是因为其实不知道会为什么我们其他的长辈没有做那些祈祷，没有做传承这样。对，对啊，因为像可能妈妈会说我小时候都会跟着拜祖灵，可是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拜什么，但是也不知道我们家中长辈没有告诉他们那是什么这样。那你会不会念整句的？不会。为什么不会？不会啊，为什么你不会念整句的？因为目前的话，西班牙族部这个部分，西班牙语这个部分的话，好像目前很少听人家在说。那我们家族长辈就到外婆那辈就整个断掉了，因为外婆会一点点，可是家族长辈没有人会这一门语言，所以想说就让孩子去试试看，那刚好他也有兴趣，所以就让他去学了，学完之后看能不能顺便学下来，然后教我们。顺便传承下去，给一些长辈知道。慢慢来，再次一杯，来。如阿西马达达乌，格米松达达妈妈达达乌，吉松吉苏卡玛卡西拉雅，阿古哈瓦达内尼吉苏卡玛卡西拉雅，吉乌哈恩吉达玛蒂纳巴，阿勒卡包括吉达玛蒂，马达达乌达达妈妈达达乌吉鲁拉。阿达达马萨恩拉瓦阿西马库比，卡布希里基拉拉瓦。可能就是有时间的话，就是写写歌曲之类的。对，因为可能对我来说，要学一个语言的话，如果说从歌曲去着手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容易上手。对对对，那我自己也蛮喜欢唱歌的，对，然后也对音乐这一块比较有兴趣，所以可能我在学语言的部分会比较慢，对，没有像其他部落间那么快。可是我可能就是，如果让我可能就是从音乐这一块去，不管是创作或者是去唱歌去练的话，可能
对我来说学语言会比较快一点，这样。对对对，那可能就是多靠自己的一些兴趣吧。对，就是可能多创作一些歌曲，让整个部落可以传唱啊，让我们的一些计划案可以去使用，对，更好推广我们的西拉雅语，这样。对对对，这个语言真的得来不易，因为消失很久。那现在我们每一个主语老师都在自己担任的岗位上去传承这样的语言，觉得是非常辛苦。对对对，那当然是希望我们这个语言可以尽快的，我们这个族群可以尽快证明成功，对，让更多的希腊雅人可以找回自己的身份，这样子。阿勒是爸爸打大家管的念，卡尼玛卡四排吉达维，拉希腊拉基巴卡达顿伦，米卡瓜巴提马瓦达达基布鲁，吉苏卡玛卡希腊雅，卡赫米克莱因吉达米辛，伊图基迪达希腊雅，阿西马哈夫，马克纳达布金达基迈。再一次做介绍，没关系，就直接开始。对，直接开始就。台北马里亚沃吉南南奥达迪夫南马来加古马拉米乌瓦。